身材的优势要来单打了，好，勾到下面去 ，High Low 的一个搭配，对，哇，这一个传球啊，漂亮的传球，绕到另外一边，莫特里遭到了犯规，要上罚球线，最主要是陈文宏的一些经验，他的处理球，若这边的空档给队友才是比较合理的。多他越嗨，这边场边停要喊一个暂停了，42-1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再回给，但这边被识破前面快攻，电矮偷跑，轻松的双手扣进篮筐，可以传球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郑文鼎的确非常有效率。